张一鸣是一个正常的人，他也怕死，他怎样超脱死亡的，他又是经过了漫长的心理历程。你看陶渊明这首诗，大家看看，日暮天无云，春风散微火，他写的太漂亮了。日暮天无云，春风散微火，佳人美清夜，达叔酣且歌。你看在一个春天的傍夜晚，一个漂亮的姑娘在那唱歌，唱了一整夜晚。你看歌尽长叹息，此此感人多，皎皎云江月，灼灼夜中华，岂无一时好，不久当如何。因为太美好了，又太短暂，他那个感叹很痛苦，感叹得很深。你看底下又是这样，他每次遇上了特别好的景象他就痛苦，为什么？又太短暂。大家再看看瑞宾五月中，瑞宾就是指仲夏五月，清风起兰思，那个兰思就是很清凉的风，不死亦不迟，就是这个风既不急也不慢，轻轻的微风，他说飘飘吹我衣。因为他是个鬼南方人，听懂了没有？夏天的很热，大家都知道上大火楼，现在有武汉对吧，有南京，有重庆，现在的武汉已经退出了上大火楼对吧，没有退出了，那现在是长沙、南昌、杭州对吧，你知道吧？那么南昌和南昌很近的那个九江大概也是热得要死，所以一到了夏天，我们陶渊明老是写回飘开我襟，真的又是怎么样，飘飘吹我衣，他感到很快乐。大家注意，重云蔽白日，闲雨纷微微，流木似西园，夜夜融紫葵，都非常美丽。他马上就想到人生短暂，时光转瞬即过了。你看于今甚可爱，奈何当扶衰，他就生命转瞬即过了。你们可能你们现在这个年龄没有感觉到，无论男孩子女孩子，我告诉你，你到了四十岁以后，啪啪啪啪啪啪，一下子就完了，他也没有。我感觉到那个头发不断的白，不白就掉，如果你又不白又不掉，那就是命好，听懂了没有？我和大家讲，陶渊明他和很多人是一样的。你比方说这首诗，万化相形意，人生岂不劳，从古皆有墨，念之心中焦。其实他也怕死，跟所有的人都是一样。他是怎样解脱的？怎样解脱生死之累？一个人要这样的超脱的生死的困扰，我们看看这形影神三首诗，是代表了陶渊明人生搏斗的心理历程。我们看看这三首诗，在前面有个序，他说贵贱闲鱼，莫不隐隐以牺牲。无论是贵还是贱，是闲就有才干的人还是愚蠢的人，都想，你看你在早晨看我们的华师又名体育馆，到处都是打太极拳的人，到处都弄都是怎么样啊，隐隐以牺牲，等爱惜自己的生命，怕死。那他说思甚惑焉，他说这些都是人生的困惑，他们没有解惑。他说故即成形影之苦言，神变自然以识之，好事君子共起其心焉。我们看看这三首诗他是怎样解脱生死的。他说第一是形正影，哎，陶渊明的老人家有幽默感，你知道吧？一个人有影子，有形，你看那是形体，还有精神，还有影子，形、影、神。首先是形给他的影子说，他说：“天地藏不没，山川无改时，草木得常理，荣霜露荣翠之。”我在这里说一下，翠就是枯萎，伤露是草木荣，霜是草木怎么样啊，翠荣露霜露荣翠之，为人最灵智。我们在听过
文心雕龙就知道例子说怎么样啊，人孝冒天地，怀五常之性，对吧？为天地之灵，他说为人最灵智，斗夫不如之。为什么？草木枯了又荣，荣了又枯，我那个头发拔了就不能再黑，要黑就能够染，听没有？不能染，除了染以外，我把它搞不搞得黑啊？人比不上草，草木可以荣，荣了又脆，脆了又荣，人怎么样啊？老了就不能年轻，年轻的可以老，老了不能年轻。他说斗夫不如之，始见在世中，焉去米归期。所以刚才还看到猴子好好的，猴子欢蹦乱跳的，转眼他就怎么样啊？回不来了，一下子就死了，死了就回不来了。虚绝无一人，无一人就少一人，青石岂相思，但于平生物举目勤戚啊，而就是掉眼泪。但于平生物是什么意思？人死了，比如说如果我死了，我原来写的那个笔敲这个电脑还在，我的太太要是还比我后死，一看到了就掉眼泪，听懂了没有？但于平生物举目勤戚啊，那怎么办呢？那个影形就是形体说，我无藤化树，藤化树就是成仙的，但我没有办法成仙，比尔不负你尔，在这什么意思啊？不是，比死无你，听懂了没有？愿君起勿言，得酒莫苟辞。那怎样超越死亡？就喝酒。有人肯，他说我不能再容，比死无你，怎么办？他就跟影子怎么说？跟影子怎么说？喝酒吧，听懂了没有？喝酒吧，大家记不记得？胆歌行，曹操的。醉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？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。慨当以慷，忧思难忘。唯以解忧，唯有窦康。这就是唯有窦康。大家看懂了没？记得吧？愿君起勿言，得酒莫苟辞。那个行。他超越死亡就是怎么样啊？就是破罐子破摔，反正是要死的，死之前就怎么样啊？把酒喝够，潇洒走一回。隐答行，隐回答行，隐不同意行的话，你看隐怎么样说？这个人的隐子说：“臣身不可言，未身没苦着。臣身就是长身，没有办法。未身就是怎么样啊？”宝剑，他说我也找不到办法。他说臣愿游昆华，就是成仙，昆山和华山那里面渺然知道劫，我也找不到成仙的办法，他完全绝望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看与子相遇来，那个子是谁啊？人的形体。他真有幽默感。那个他的我的影子跟我说，他说我跟你相遇以来未尝一杯月，你笑我也笑，你哭我也哭，大家说对不对？我哭我的影子就哭，我笑我的影子就笑。他说弃阴若战乖，我到树底下有没有影子啊？就没有，影子就跟我怎么样啊？暂时分离了，指日终不别，成天的不分别。他说此同既难长，为什么？那个同是指什么？我的影子和我的人怎么样啊？总是一样的。他说这个时间长不长啊？能不能可不可以长久啊？我死了还有没有影子啊？我死了影子也没有了。那个影子很清楚，是个明白人，影子听懂了没有？他说我没有了，影子就没有了，是不是这样？你看暗而俱死灭，细想到这个东西心里就很痛苦。那怎么样超越生命呢？生末明一尽，念之五情热。五情是指什么？喜怒哀乐怨，念之五情热。那他怎样超越生死呢？离散有疑难，说赶快行善，行善就把疑难留在人间，听懂了没有？
你死了以后怎么样啊？你还生死了，但是垂名万世。他说：“何为不自洁？你干嘛不努力竭尽全力去做善事呢？”九云能消忧，方此俱不劣。喝酒，他说是可以使你摆脱死亡，但是比起行善来讲，那实在是太卑劣了。大家说对不对？好，我这是不是无私？大家看，他说要为超越生命，为了使自己垂名万世，认真去行善，是不是无私？高不高尚？我们再看看底下，我们等一下再分析。陶渊明底下是神识，这是陶渊明的话，他说。大军无私利，万物利自身助。大军就是造化，就是天地，天地的运化不断的变动。万利自身助，万物欣欣向荣。人为三才中，岂不因我故？人为三才中，什么叫三才啊？天地人。在人能够处在三才之中，岂不因我故？我是指谁啊？神。人要没有神，能不能够处在天地之中啊？以天地人呢，三轴鼎立啊，就是有人有精神，我们才什么样啊，和天地并列为三。那个神自我意识很强，听懂了没有？他说你那个鬼影子，你这个鬼形，三个啥呀？你们之所以了不起，还不是靠我？听懂了没有？岂不因我故？他有幽默感。大家与君虽异物，那个君是指什么？形和影。他说我跟你形和影虽然不是一样的东西，生而相依附，好懂吧？没有形有没有神啊？如果我现在死了，我的神也没有了。好，大家注意，解脱即喜同啊、哦！我在这里说一下啊，这里代表陶渊明在当时的神学争论中间，形和神之间的争论中间，在东晋末年争论得很激烈。形死了，神还在不在？听懂了没有？我们现在不是说形人死了还有魂魄吗？听懂了没有？慧远认为心静火传，听懂了没有？才死了，火一直可以传下去，灵魂不灭，神不灭。陶渊明认为灭不灭啊？生而相惜依附，死了就没有了。陶渊明的人生，我等一下再和大家讲，是一维的，没有前生，也没有来世，就只有此生。他没有前生，也没有来世，他只有此生。陶渊明不相信还有来世，他也不相信有前生，他什么都不相信，他相信我死了就完蛋了。我等一下再说，这个东西很空。正因为这样，使我们人生感到非常痛苦，要超越自我就更难。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间，他把苏格拉底彻底的批了一顿。苏格拉底大家都知道，最后的雅典把他判为死刑，大家知道吧？他的学生可以把他往上逃跑，苏格拉底不逃跑。后来在喝了毒酒，在喝毒酒以后死亡之前，苏格拉底特别的平静，一点都不痛苦，一点都不紧张，平静的活下毒酒，好恐怖啊！你觉得那这简直是神，知道吧？那是西方的智者太伟大了。苏格拉底说：“我不痛苦，我死了以后，我到天国去，听懂了没有？我跟更伟大的人在一起交朋友，我更加的幸福。我有种。”罗素说，苏格拉底要不是相信，他到天国去以后还更加幸福，他这种面对死亡的态度那就更加的伟大，听懂了没有？大家听懂了没有？那你就要相信了这个东西，那就没有死，死的还更幸福。如果我现在彻底的相信我死了以后，我更加的幸福，更加的富有，更加的快乐，那我现在就死了，听懂了没有？陶渊明不是这样的，我等一下再说。陶渊明更加的伟大在哪个地方？他的生命是一维性的，他只有这一个生命，他这个东西太了不起了。我等一下再和大家一起聊。他说：“解脱即喜同，
难得不相遇，既然我跟你同生死共患难，没有形就没有我神，那我就要告诉你这些我的体会。他说三皇大圣人今福在何处，那么伟大的三皇今天还活着没有啊？伏羲、燧人这些人统统都没有了。他说彭祖爱永年，欲留不得住。神像战中间彭祖活了八百岁，彭祖还说我活的寿命太短了，他想怎么样啊？永年就是长生，他长生了没有啊？欲留不得住。你看他老少同已死，贤愚无福寿，所有人都要死。我在这点上我真就是特别佩服上帝，佩服天地，他要不是让人都死，那我们人活得还有什么意思？楼帝永远是楼帝，皇帝永远是皇帝，这个人类那就不值得一活。我告诉你，正因为我们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，我觉得生命还可以活一下，对吧？你看他说贤愚无福寿，日坠或能亡，将非愁邻居，什么意思？那是回答哪个啊？行，行怎么说啊？上句记不记得行怎么说？愿君起勿言，得酒莫苟辞。他说是的，他说你把你活醉了，可能是忘掉了死的恐惧，但是你活多了酒以后，不是使你活得更胆吗？听懂了没有？将非愁邻居，你活的酒越多，那死得越快。喝酒显然不能解脱死亡。他说离散，来大家看看，离散常所心，谁当为鱼。但离散的确是很了不起，但是你死了以后谁够跟你说你离散了呢？有什么用呢？他说算了吧影子，算了吧影子，算了吧行，你们都不对。他说圣念伤物生，正你伪运去。他说你把生死想多了，真的是伤身。他说最高明的人生态度应该怎么样啊？正你伪运去，运就是自然的变化。他说自然变化有生即有死，有年轻就有老。我们和大家讲永生这个东西，或者永恒。永恒什么叫永恒呢、啊、哪个人说一下什么叫永恒？永恒不是说长期不死的，只要在时间中的东西都不是永恒的。永恒就是怎么样啊？超于时间之外的东西才是永恒的。好，我们再和大家讲。他说最好的地球永不永恒呢、啊、地球也不永恒。我看了一本罗素的书，罗素说现在人类已经算得出来地球只能活多少年，大致活多少年。日本一个科学家认为再过了十亿年以后，我们地球上就跟月球上一样一点水都没有。那人类过了十亿年以后怎么办呢？对吧？大家说还早呢，对吧？啊，其实还早。我就想，我有时候我跟我的太太说，我说过了十亿年以后人类没有水，他说到火星上去住，他说到星外去住，我说到星外去住它是以光年计算的，在路上要走就要走几百年，即使是坐火箭也要坐几百年。我说那怎么办呢？还没有几百年，还没有到达就死了。他说那肯定有个什么办法，是你不死到哪去再住，是怎么样我不知道。人类要认真想人类的命运是什么，我们活着的意义是什么，对吧？你要想起来还真的很恐怖了，对吧？我自己没有想清楚，我不知道你们想明白了没有。他说众望大化中，不喜亦不惧，应尽变虚尽，无福得多利。陶渊明好洒脱，好伟大了。他说众浪大化中，在生命的宇宙的大化中间游泳，不喜亦不惧，活着不喜，死了不惧，应尽变虚尽，要死就死了，无福得多利。陶渊明的这种人生态度，
他是怎样超越的。我们底下我们看一看汤彦明，他认为我在这和大家讲，看起来影子很高尚，说要离散求淫爱，对吧？我和大家讲，人类为什么怕死？大家说，人类为什么怕死？所有怕死的人，收割哪里的时候都是自私。我们为什么怕死吧？是怕死去了我现在拥有的这一切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名誉、地位，我父母的爱，对吧？还有我的享受，还有我自己的本身。怕死的人，把我的生命、头发、样子、财富，所谓的东西都体验为什么？我的私有财产，包括我的太太或者是你的男朋友。之所以怕死，就是怕死去了这一切。博了，大家看那个黑格尔的哲学史讲养路，西方在希腊化的时期，希腊的后期有个哲学流派说，死生和死是完全不打架的。为什么？当我们活着的时候，死亡不在我们这里；当死亡来临的时候，我们又不活着。你怕死干什么呢？听懂了没有？当他讲的很有道理的吗？完全没有必要怕死。当我们活着的时候就没有死，死了以后又没有活着，你怕死干什么？听懂了没有？两不打架。那我们大家注意，一个人为了垂悯万世才去行善，这个行善就太自私了，大家说对不对？我说大家明不明白？那就完，那怎么说吧？那就是说，我现在他没有钱，我给他500块钱，你一定要写个信表扬我一下，听到没有？大家说对不对？我们真的有个老人，好像是跟别人帮了个忙，他要别人写个表扬信，在网上挂出来，大家看到了没有？行善是好的，但是为了人家表扬我，为了我自己永垂不朽而行善，这就不太高尚了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就是说你还有民心，有就是你还没有超脱民，还没有超脱利，功利的利。我和大家讲，那个纵酒忘忧和求名离散的病根都在于占有欲，而这种占有欲的主要对象就是占有自我。对死亡心存恐惧，表明恐惧者心中还有私，他们把自己的生命体验为自己的一种私有财产，因此想死死地抓住生命不放。有占有的欲望，自然就有害怕死去的忧虑。怕死并不是害怕死亡本身，并不是害怕死亡本身的这个东西，由于我们当我们存在的时候，死亡并不存在，当死亡在这里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存在。大家一笔就了，这是个诡辩，但是它诡辩的有道理，大家说对不对？你怕死干什么呢？因为我和大家讲，所谓的宗教就是为了解脱人们对生死的恐惧。比如说我，如果我是个基督徒，我说我死了，死了还幸福些，为什么？我皈依了上帝，听懂了没有？我上帝在一起，你说多幸福，你和人打交道多痛苦，听懂了没有？大家注意，怕死是害怕死去自己已经占有的东西，躯体、名誉、地位、财产、个性，包括你的个性。哎，大家说个性怎么占有呢？个性也是一种占有。比方说，我觉得我的个性蛮好。比方一号，我是打个比方，我的个性其实不好。一号，人家问他说，有个黄雪岩问一号说，你觉得你强些还是我强些？一号说，我与我周旋久，我和我打交道的时间太长了。您做我还是想做我，听懂了没有？言下之意，我比你强，听懂了没有？他说，所以苏格拉底认为，对死亡感到悲哀的人，是一个爱欲者，或者爱财，或者爱名，或者两者都爱，要使自己超脱生死的束缚，个体就必须从自我占有、
自我中心和自我之依恋中间解脱出来，让自己与宇宙大化融为一体。只有纵浪大化才能不惜一步居，这种一无，这是一达到一种无牵无碍、无挂无碍、不沾不次的悠然洒落之境。纵浪大化就是重新回到天地之中，我们就是我们所说的与天地融为一体，也就是天人合一。陶渊明的境界我们上次讲了，我们上次讲了他的洒落悠然之境。那么陶渊明的这种对生死的超脱，既有老子、庄子，也有儒家的东西，也有儒家的东西。大家注意，也有儒家的东西，又儒家的东西在于哪里？陶与庄虽然都是返回自然而超脱生死，我们来看一看这个。庄子强调天地与我并生，而万物与我为一，这就是纵浪大化中，对吧？跟他有很多相像的东西。那么陶渊明也是讲究福德反自然，他强调陀体同山欧，纵浪大化中，但是在如何返回自然的这一点上，两者完全不一样。庄子的返回自然是让人重新回到自然的本然状态，他让人物化为非历史、非价值的自然本身。人与自然的合一是以放弃人性为代价的，放弃人质的价值存在。陶渊明的返回自然并非要使自己降到物的水平，而是让人与自然在某种自然在意义和价值的景观上重新的融为一体。既有自我生命的升华，使自己同流入天地，这样陶渊明不仅不能终止价值关怀，反而必须坚持自己的理想、价值、信念、节操。前人早就指出他，说他雅超坚持、苦心斗服的一面，就是他是在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念、价值自己的人格理想的基础上，重新的为天地融为一体。如果说庄子和老子他回归自然是让人自然化的话，那么陶渊明的回归自然重新和天地融为一体，就是使自然的人化。